欢迎各位哥来九三城集专有颜值卧频道，我是本场最强主播木子婉。嗯，啊，师妹啊，总是搞不清师姐师妹。然后，我们两个上周就是一档，各位哥喜欢看跳舞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屏幕左上角有个黄色预约五星五秀还分天的。五星五秀还分天的预约橙色预约啊，然后喜欢主播还可以关注一下一二麦的这个关注啊，然后各位哥记得给妹妹点点心，咱们这个心1700多个了，马上就可以到2500了，咱们争取点到2500。好，然后我先跳一段。我们听什么呢？这个很久没跳这个吧，就很久没跳了，那就来这边很久了。It's very true. One, two, three.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 me show you. It's very true.
不用在下面喊我李婉啦，我不叫李婉，我只不过是姓李，但不叫婉。我的名字比李婉好听。欢迎各位哥来自三千万级专业有颜值我频道，我是本档节目主播木子婉，叫李牌儿。太过分了，没完。快到碗里来、嗯、然后欢迎各位哥来到九三城这边也有颜值舞蹈频道，我是本档的局长主播木子婉木子国。太过分了啊。然后各位哥喜欢木木的话可以给木木点直播室通知，我们这个直播室通知在屏幕的右下角，电脑怎么有点像公公呢啊。我们那个什么，我们喜欢木的话可以在屏幕的右下角有个直播室通知啊，你们可以在公屏猜猜我叫什么，如果你们猜中回我直播间我给你们上个黄马。然后咱们那个屏幕电脑用户在屏幕右下角的直播室通知有前面有个小框框，框框前面有勾的话我们就不用勾了，没有勾的话我们就勾一下，嗯，几个字三个字，但是不带锅碗瓢盆、然后我们手机用户在屏幕左上角有一个黄色关注，各位哥可以关注一下啊，屏幕左上角关注，嗯，然后可以给我们一二三麦点一下关注。哎，我的师妹怎么又上来了啊？这不是师妹，看错了。那个怎么给一二三麦的关注点一下啊？啊、哦，一二三麦点一下，这个李大刀过分了啊！这李大刀的，怎么没有点星星的？点点星星啊！咱们这个星是免费的，哥们，星是免费，但一定要记得点我的关注。我这个是135在这边，然后我们这个今天的麦序还有7分钟，明天我们不在，后天在哈。没有点关注，咱们把这个没有点心的，咱们把心点一点，咱们心可以加油加油啊！谢谢我们陈少哥。好啦，话不多说了，我们该跳下一段了，要不一会儿没有时间了。这李勺子，这都什么呀？这都是，我刚刚看你们说跳快的，不是特别喜欢。我看上一段，那我们就不跳快的了，我们跳一段。我今天穿的还是裙子，跳个扇子舞啊，那就跳个扇子舞吧。嗯。但是我这裙子还不能高抬腿，怎么办？跳这个吧。It was my mind playing tricks on me. Went upstairs just for receiving. Something told me you were leaving. So I looked out at my window. 那我们先来个快点的也行，然后这等一下，这扇子舞等一下跳。Black.No one knew your smell, that's with my
내가 돌은 black 이 안에 다른 걸로 절대 물들지 않게 네가 가진 색으로만 진하게 칠해 작품을 만들어 봐 Tell me now 네가 그리는 게 뭐 主播木子晚，欢迎各位来到三强机转有颜值舞蹈频道。然后我们还有一分多钟，然后我们就要回到自己的直播间了。各位哥喜欢木木的话，可以跟上木木直播时，可以给木木点个关注啊，哎，可以给妹妹右下角点一下关注啊。然后我们右下角没有前面直播时通知我前面没有框框的，我们可以买，就是可以勾一下勾。有勾的话我们就不用勾了，然后手机用户点一下屏幕左上角有一个黄色的关注，各位哥可以把黄色关注点一下啊，手机用户点一下左上角黄色关注啊，然后我们一二三麦主播都长得很漂亮，各位哥可以点一下啊，右键关注一下，我们的心马上就要到2500了，各位哥自己点点心啊，谢谢我们的小小龙哥哥，感谢大哥，谢谢大哥啊，感谢我们的燕燕哥哥，啊，然后哥们我们准备跳一下第三段，马上就要没有时间了，我们回到自己直播间见吧啊。